大家好，我是浩克，我们现在在中和的迪卡侬，那这边号称占地1500坪，然后产品也相当多元。妈妈，妈妈，如传说中那么好逛吗？妈妈。一楼看起来是脚踏车区，然后超多车的。他都会把优惠商品放在每个展区的最前面，像这件兼具防水、透气外套还99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独木桌才6000多块，好便宜哦！49就可以买到射箭组，哎，超帅！这样我们去3楼看看吧，3楼有超多包包的。50块好便宜啊！这台椅子有好看。你说什么？这里面很暗哦。很暗啊！但是睡觉你看这么暗哎。哇！会不会被亮到的感觉？然后吗？大。登山设备也超齐全的。小朋友想要运动的话，这边所有相关的衣服、我裤子、泳装什么的都找得到。这个2到4岁入门的滑板车很轻哎，而且它是可以折叠。上多少钱？6.99。钓具也有哎，这钓具也算是运动用品类哦。超专业的，这样子去抓鱼的话，就可能一起举手带也举得好，方便。连放假都在练习，看来乐乐也蛮喜欢足球课的。然后在玩球类运动的朋友，我觉得推荐这一款后背包，它可以放鞋带啊、水壶啊、侧边水壶啊。你要接准备好接球了吗？接球，脸大吗？比那个脸还大。这个踏板我觉得超棒的，是在你的滑板车上装上一个这样子的东西，那小朋友就可以站在上面。玩的立马买了一台。那我们现在逛完了迪卡侬门市，这边真的是超好逛，东西太便宜，都真的是要买到剁手光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及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